three. Thank you very much. Open the door. 就如其名，环保教育馆馆内所有的布置都是回收再利用，不论是大门、地砖，还有竹子和玻璃瓶，里里外外都在传达环保讯息。Other than collecting recyclable materials, we see the need to educate.新山慈济环保教育馆是全马第一个，不论是社区人士还是政府单位都很期待。慈济对我们来说，它真的是起到一个很辅助的作用，因为我们如果是官方动员，通常都是动员到特定的社区，可是慈济有这么多广大的会员，当然你能够动用的是草根，这样子的话，那个效果会更好。假如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环保概念，我们的地球就很好像净土，所以我们是很希望我们可以能一起合作，能把那个好的观念带给大家。那希望看到说我们接下来的有更多的类似的活动能够感动到所有的来参访的人，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把环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结合志工和民众的力量，共同打造更干净美好的家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